就在11号夜里10点，华晨宇王牌对王牌话题登上热搜，王牌即将录制的消息也不胫而走，热搜一度高居不下，待了一个晚上。其实早在本月1号，华晨宇工作室发布行程图，里面就有华晨宇本月要录制综艺的行程。由于录制天数好几天，而华晨宇往年常驻的综艺是王牌对王牌，所以合理推测本月录制的综艺就是王牌了。而11号的热搜更是坐实了这个消息。作为每一季都给王牌带去顶级流量的 MC 华晨宇，成为节目组最佳的预热人选。而显然，华晨宇即将录制王牌对王牌的消息一出，话题不到两个小时就阅读量破亿，也难怪粉丝会调侃王牌导演吴彤属实懂流量密码了。虽然还未官宣，但依旧希望新一季王牌家族全员回归，尤其是才艺体能担当的华晨宇，相信新的一季又会带来新的惊喜。你期待华晨宇的王牌对王牌吗？